各位同学来预备，七，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？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不需要自首，因为我会走音哎，我一直抓不到后面的音。哎、对，有点太高、啊，太高了吗？可不可以？ Yeah, 然后呢？放进去，哎、欸，我就会，哎、欸，原唱救我一下，来，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？来宾掌声鼓励。你跟上了吗？2022的神曲，让我们欢迎八大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大熊。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？可不可以不要让别人知道？请问这首到底算不算是一首色色的歌？如果他你们认为他是色色的，他就会色色的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在唱的时候，你有没有 NG 过？会啊，一定会笑啊，因为你唱下去这个歌词的感觉就会。有一点那个你讲的会涩涩的，刚开始的时候会涩涩，是，对对对。那通常你都放多久？啊，放多久？还有陷阱呢？我说通常好歌你会放多久？哦，会很久，会很久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这首歌一开始你有想过说，哦，唱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很多共鸣哦，然后会在网络上面爆红。哦，其实没有，我们前面还有两首歌。哦，那位太太，对，那位太太跟三个爸爸，对，对，我们以为说，比较热闹那个像那位太太，对，会跳舞啊，可以带动现场，以后还可以做个动作，大家都会学我们的舞蹈这样子。前面那位太太凑过来，凑过来，让哥哥来给你一点爱。但是没想到那天晚上一播出去之后，早上我才知道。真的，我早上才知道。对，然后为什么大家都在玩这首歌曲？是看你的 MV 啊。当然了，我觉得是很复古，没错。但有几个点我不是很懂哎。比方说，像那个放进去一下下那个，摇呼啦圈的意思是，因为是间奏的部分太长，不知道做什么事情。如果再请别人的那这些那个，可能要花费。要花钱。对对对对对。MV 一开始就除了歌词让大家第一印象深刻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还有那个女主角最后是阿令哎，真的有惊讶到吗？惊吓了。制作人就会说你啊，你去跟就那个女主角聊个天呐，会比较好，但等一下会比较好拍的。没想到会去翻那个衣服，晒衣服的地方，她就在边。嗯，还是也是一样，背后那种感觉，对，这个还蛮高的，我有时候他要找一些就是比较胖的妇女啊，那种普通的那种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想到他一转头之后，我吓到，身体都紧绷起来，因为我真的看到你之后，我就会受不了，会受不了，对，会受不了，不是，我会紧张，我会紧张型的。所以你是跟阿丽本来就认识吗？没有那么熟。因为那个时候阿丽有在大陆比赛，他们就是比赛。对，我是歌手三嘛。我的部分呢、啊，就是在吟唱。那个是你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他怎么知道你？公司认识的一些朋友，可能是刚好是我的朋友。对。啊，但是我朋友就刚好。他说这个部分你适合哦，因为我常常唱阿美族的母语，是是是，对对对，然后蛮适合的，他去推荐一下，然后再去听一下我的声音，是哦，这个 OK， 这个声线还可以，我超喜欢你在那边吟唱的，很棒很棒，真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位太太，中间有一步也是在间奏的时候，然后你就突然就是腿有点这样子，哎，痛风那个，哦，这是痛风啊，对对对，我以为是腿软。我想说是隔壁那位太太让你腿软，所以坐在那边。就是大概就他发作了。你说太太发作还是你发作？我们发作了。讲清楚。男人都会有到那个时段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些有病痛啊，什么
对，有一点年纪了嘛，有一点年纪了啊，但是你在跳舞的时候，哎，可能会啊脚痛啊，或者是对对，太累了啊，这样子，对对对对。哦，因为包含了那位太太哦，可不可以放去一下下这样？我觉得这你是不是有刻意设定这个老公不在家三部曲？现在已经完成了两部，所以有没有可能下一首歌还是有可能是以太太不在啊，老公不在家这个系列当做范本？有可能不会一直持续这样子了，会冷静有腻。有一天万一你的邻居老公不在家，你会怎么办？不会怎么样啊？你会？不会怎么样？你会怎么样？也要看老婆漂不漂亮。好了。因为包含你歌曲的一些编曲，还有 MV 的拍摄，都很像是那种八九零年代伴唱带的风格。是一开始就设定走这个路线，还是因为经费的问题？原先就有一个，就是想就是复古一点，但是有一卡拉 OK 就是很平常的，对对对对。然后本来是这样子设计的，经费有限，连音符你看我们都是自己，对啊 ，Polo 衫，对啊。就这样，可是现在大家都在买，然后我自己都买到比较浅一点的，自己的正红色没断货，所以只能穿浅一点。因为你的歌真的都是应该说天马行空的歌词哦，所以引起很多共鸣。那你当时你自己在追你太太的时候，你是属于这种你知道花招百出型的，还是其实没有？就像你私底下自己讲的，就是比较内向一点这样。对，我真的碰到女生我会害羞，很害怕的那种。是这样，连话都不敢说那一种。因为我长成这样子，你说那个优势可能会比一些帅哥还要弱一点。对，对啊，然后我就用可能歌声吧。对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在开始驻唱的时候，就我老婆嘛，对，她就常来，然后我就不错，这个女生还不错，好像是不是？我们每到别的地方也是一样跟着，这个女生好像好奇怪，怎么一直赶上在跟我的感觉？是是是，对对对对，跟了多久？跟了没多久了，没多久，你讲的好像很久的感觉。有没有超过一个月？一个月有看到她差不多三次。哦，一个月看到三次，差不多好。对对对。那下一步怎么办？下一步你要怎么确定说她是不是对你有兴趣？问她，这你喜欢点什么歌曲？对对。然后就点一首，就是爱情酿的酒之类的。对啊。他跟你点爱情酿的酒，对啊，然后你就大概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。是是是，八大雄是来自于花莲瑞穗，对不对？瑞穗。然后是真的在工地工作的工人，是在公司那边组装冷气。对，然后后来接下来，做了大概快15年，那时候开始组团之后，然后就想说，有接到一些表演，对，一些商演这样，可以赚钱呢。有时候会跟公司的时间不一样，对，还要请假还怎么怎么的，其实已经请假到爆了。然后公司说你是来这里玩耍的吗？这么严重的跟你讲，也有就是这样子讲啊。然后就接着是说，那好，既然要唱歌，而且工作要有弹性，对。然后后来我就在做路边的一些就是清洁，就像劈草啊，对啊，捡宝特瓶为生啊之类的。他那个也不是说很稳定的工作，对对对对。然后可是弹性很好，然后就可以顺便去这样子可以接商演了，这样子。那你太太没有很生气吗？一定会啊，你可能会有一些经济的压力，对对，因为毕竟来台北嘛，不是自己买的房子，对，你是要用租的，两个人一定会有起口角的时候。那怎么办？你就唱歌给他听。有时候是用这样子，不能用太久啊。不能用太久。会吵得很凶，但是他也会支持我说去做这样的我的兴趣。对。我不是来自泰国，就连飞机都没。我不是来自泰国，可以来一下吗？待会我唱到我不是来自泰国的时候，你们说萨瓦迪卡。OK， 好的。我不是来自泰国，萨瓦迪卡。再重来，重来。我们台，我不是来自泰国，萨瓦迪卡。又太快了。
我的时候你叫萨瓦迪卡啊，萨瓦迪卡，哎，大家起来啊！我不是来自泰国，萨瓦迪卡，请不要那种怪怪眼神看着我，我不是来自泰国，萨瓦迪卡，就连飞机都没坐过，好听。对对对对，这首歌又是怎么样？对了，原住民嘛，一定皮肤会比人家黝黑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，太阳比较近了。对，出门哎，从表演啊，或者去哪里这样子，也有外籍的朋友啊，那比如说泰国人啊，一些越南的啊，菲律宾的啊，对，我们就被人家误认为是统国籍的人啊。对对对，啊，有时候就比如说啊，可能碰面在 Seven 买东西啊，哎。萨瓦迪卡，卡蒙卡，等安就安啊，这样。我说我们不是嘞，不好意思的。啊，你们来几年了？国语讲的那么好，这样。又被误认，真的是被人家误认是这样子。更多人说，明年的金曲歌王一定要飞你了。哇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有机会的话，谢谢。得到奖应该会说些什么？啊，先感谢我们上帝啊，帮我们，还有我们的父母，我的父母亲是帮我生下来，是对不对？还要长这样子，长这样很好，很亲近的，谢谢谢谢，对啊，没有距离感，哦，最感谢也是我们的公司了，东南美，东南美要宣传一下，对，好，那说讲到公司哦，最后不得不谢谢公司，因为。公司大力的推，然后你自己本身也很优秀，所以现在又有一个感谢季，对不对？即将要上线了，11月9号，对对，地点可以上网来看一下我们的东南美的娱乐，是，还有我的粉丝是八大熊，粉丝专业，这场感谢季非常不一样哦，一定要来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是要花钱买票，应该是要买票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持，谢谢。对，买票来支持八大熊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你的粉丝聊一聊，说一说？谢谢我们的喜欢我们的朋友们，对，歌给大家都是快乐喜乐的。大家多多喜欢，多多支持我们，对，我会再做更好的音乐给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八大熊，谢谢谢谢。还有一个华视的同业啊，他就这是他的最后的愿望，所以他拍一张照片说要跟你合照，红到必须要隔空拍照。哎呀呀，你的粉丝魅力真的很强哎。